hearts.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right.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like Paris in the rain. Paris in the rain. We don't need a fancy town, a bottles that we can't pronounce. 'Cause anywhere, babe, it's like Paris in the rain. When I'm with you, ooh, ooh.7月28号这个暑期档，它是一部青春励志的喜剧。夏天就是要热烈，夏天就是要热烈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，感受这份热烈吧。谢谢，谢谢热烈的剧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四位剧组主演：葛优、王俊凯、耿乐、刘薇薇。演员王一博，欢迎两位。在刚刚过去的五一档，导演刘晓世执导的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啊，是收获了超高的关注度和讨论度。截至目前呢，影片票房已经突破了7.9亿，非常的了不起。没错，青年演员王一博近期通过多部不同类型影片中的表现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无名中寡言坚定的地下工作者，到展现中国空军试飞员形象的长空之王，再到暑期档即将和大家见面的热烈，
让我们期待王一博用角色演绎更多精彩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到红毯的是电影邓小作的经典影片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，曾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、优秀编剧奖。邓小平小道的构思、策划、创作历经十余年，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让伟人的形象立起来的光荣传统、优良作风。好，欢迎导演刘晓世以及王一博来到我们的红毯的采访区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《长空之王》的导演刘晓世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欢迎二位啊！其实《长空之王》这部影片确实让很多观众对我国空军有了一些了解，同时也看到了我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崛起。所以想问问刘导，接下来还会继续尝试这样类型的题材吗？我本人非常喜欢比方说军事啊，或者是科幻类型的电影，也特别渴望这后面也能做这种类型的继续的尝试。那是否还会邀请一博再次合作呢？特别渴望。这也是所有影迷朋友们的心声。其实在我们第十八届、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开始之前，我们就在网上征集了很多问题。那通过我们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，有很多人向一博提问。那在这里呢，其实我要代表他们来问一问，说从春节档的《无名》到暑期档的《热烈》，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。那么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角色想要去挑战吗？一博。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去挑战。那可是网友已经在你的角色身上去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，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了。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鲜的角色和大家去交流。没错，也期待七月份马上要上映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这部影片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二位，请步入内场。谢谢，休息。好，接下来爱就往我绽放，你打开这世界无穷无尽的世界，从未有电影的背后的中国故事。接下来热烈剧组导演董成鹏，制片人陈芷溪，主演王一博。热烈已经定档在7月28号这个暑期档，它是一部青春励志的喜剧。夏天就是要热烈，夏天就是要热烈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感受这份热烈吧。谢谢，谢谢热烈的剧组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
争鸣，奋楫争先。这里是国家体育馆，欢迎来到第十八届、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现场。有请第十八届、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主持人。艺术监制编剧王新东，
导演梅宪德，导演兼主演吴奇，制片人黄平，主演刘妙。这部影片呢，收获了第19届中国电影发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的提名。此前呢，由梅宪德导演吴奇合作的青年影片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，曾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发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编剧奖。邓小平小道的构思、策划、创作历经10余年，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让伟人的形象立起来。鲜活的故事、艺术的表达、真实的情感三位一体。其实我这一生一直等待被点燃，这火焰足以当上夜漫漫，哪怕是一瞬间，我也想飞上云端，撕开黑夜让光芒照进我出生的河流下船。其实我这一生一直等待被点燃，那长长的火焰是灵魂闪，哪怕是一瞬间，我也想飞上云端，撕开黑夜让光芒照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到红毯的是电影《邓小平小道》艺术监制编剧王新东，导演梅宪德，导演兼主演吴奇，制片人黄平，主演刘妙。这部影片呢是获得了第19届中国电影发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的提名。此前呢，由梅宪德导演、王新东老师合作的经典影片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，曾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发表奖优秀故事片奖、优秀编剧奖。邓小平小道的构思、策划、创作历经10余年，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让伟人的形象立起来。放吧。大家好，我是《长虹之王》的导演刘晓胜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二位啊，其实《长空之王》这部影片确实让很多观众对我国空军有了一些了解，同时也看到了我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崛起，所以想问问刘导，接下来还会继续尝试这样类型的题材吗？我本人非常喜欢比方说军事啊，或者是科幻类型的电影，也特别渴望就后面也能做这种类型的继续的尝试。那是否还会邀请一博再次合作呢？特别渴望。这也是所有影迷朋友们的心声。其实在我们第18届、第19届中国电影发表奖开始之前，我们就在网上征集了很多问题。那通过我们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，有很多人向一博提问。那在这里呢，其实我要代表他们来问一问，说从春节档的无名到暑期档的热烈，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。那么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角色想要去挑战吗？一博，我是为了变成参加者。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去挑战。那可是网友已经在你的角色身上去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。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了。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鲜的角色和大家去交流。没错，也期待7月份马上要上映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这部影片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二位，请步入内场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想到艺术监制编剧王新东，导演梅宪德，导演兼主演吴奇，制片人黄平，主演刘妙。这部影片呢，收获得了第19届中国电影发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的提名。此前呢，由梅宪德导演吴奇老师合作的经典影片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，曾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发表奖优秀故事片奖。在这里呢，其实我要代表他们来问一问，说从春节档的无名到暑期档的热烈，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。那么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角色想要去挑战吗？一博。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去挑战。那可是网友已经在你的角色身上去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。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了。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鲜的角色和大家去交流。没错，也期待7月份马上要上映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这部影片，好吗？
好，谢谢谢谢二位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导演刘晓旭，演员王一博。哇，王一博今天太帅了！过去的无敌大王导演刘晓旭执导的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啊，是收获了超高的关注度和讨论度。截至目前呢，影片票房已经突破了7.9亿。其实沈凌导演有多部作品都是在华表当中斩获了荣誉，像《欢舞》《月圆》《今宵》《周恩来的四个昼夜》，对吧？那这次还有多项提名，来，请送到我们的中间，恭喜陈导，来欢迎。是艺术的表达，真实的情感三位一体，犹如一堂最生动、最深刻的党史学习教育课，帮助更多观众更好地了解党的光荣传统、优良作风。好，欢迎导演刘晓旭以及王一博来到我们的红毯的采访区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《长空之王》的导演刘晓旭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欢迎二位啊！其实《长空之王》这部影片确实让很多观众对我国空军有了一些了解，同时也看到了我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崛起。所以想问问刘导，接下来还会继续尝试这样类型的题材吗？我本人非常喜欢比方说军事啊，或者是科幻类型的电影，也特别渴望就后面也能做这种类型的继续的尝试。那是否还会邀请一博再次合作呢？特别渴望。这也是所有影迷朋友们的心声。其实在我们第18届、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开始之前，我们就在网上征集了很多问题。那通过我们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，有很多人向一博提问。那在这里呢，其实我要代表他们来问一问，说从春节档的无名到暑期档的热烈，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。那么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角色想要去挑战吗，一博？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去挑战。那可是网友已经在你的角色身上去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，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了。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鲜的角色和大家去交流。没错，也期待7月份马上要上映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这部影片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二位，请不吝内场，谢谢。休息。让我们期待王一博的角色，更多精彩！王一博，让过来，一博，好看！哎，手。不是，王一博就那样，他就这样，他就高冷范儿，他是。我们接下来要欢迎来到舞台的是电影《邓小平小道》艺术监制编剧杨兴东。导演叫林宪和，导演金志敏、吴奇、知名人王一博、导演吴亮。这部影片呢是获得了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提名。此前呢，由我们王一博、刘晓旭合作的《春夜》曾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编剧奖。好的，
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到红毯的是电影《邓小平小道》艺术监制主编剧黄兴东，导演雷献和，导演兼主演吴奇，制片人黄平，主演刘妙。这部影片呢，收获得了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的提名。此前呢，由雷献和导演黄兴东导演，这边看一下，右边看一下，右边。曾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编剧奖。邓小平小道的构思、策划、创作历经10余年，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让伟人的形象立。去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，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想。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了。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鲜的角色和大家去交流。没错，也期待7月份马上要上映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这部影片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二位，谢谢内场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踏上红毯。邓小平小道，艺术监制编剧黄兴东，导演雷献和，
军是黑人形象的长空之王。哎呀！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到红毯的是电影《邓小平小道》，艺术监制编剧王新东，导演雷宪和，导演兼主演吴奇，制片人黄平，主演刘亮。这部影片呢是获得了第19届中国电影画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的提名。是我要代表他们来问一问，说从春节档的无名到暑期档的热烈，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。那么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角色想要去挑战吗，一博？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去挑战。那可是网友已经在你的角色身上去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。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有。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了。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鲜的角色和大家去交流。没错，也期待七月份马上要上映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这部影片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二位。身上去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。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有。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了。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鲜的角色和大家去交流。没错，也期待七月份马上要上映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这部影片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二位，请不吝内场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踏上红毯的，有请电影《我的父亲》姜育禄剧组，欢迎欢迎出品人万安培。身上去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。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有。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了。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鲜的角色和大家去交流。没错，也期待七月份马上要上映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这部影片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二位，请不吝内场，谢谢。是艺术的表达，真实的情感三位一体，犹如一堂最生动、最深刻的党史学习教育课，帮助更多观众更好的了解。刘晓世以及王一博来到我们的红毯的采访区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《长空之王》的导演刘晓世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欢迎二位啊！其实《长空之王》这部影片确实让很多观众对我国空军有了一些了解，同时也看到了我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崛起。所以想问问刘导，接下来还会继续尝试这样类型的题材吗？我本人非常喜欢比方说军事啊，或者是科幻类型的电影，也特别渴望就后面也能做这种类型的继续的尝试。那是否还会邀请一博再次合作呢？特别渴望。这也是所有影迷朋友们的心声。其实在我们18届、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开始之前，我们就在网上征集了很多问题。那通过我们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，有很多人向一博提问。那在这里呢，其实我要代表他们来问一问，说从春节档的无名到暑期档的热烈，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。那么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角色想要去挑战吗？一博，我这个变身。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去挑战。那可是网友已经在你的角色身上去解锁了你有喜剧的潜能。你们想看一博演喜剧吗？想。你自己想挑战吗？不拒绝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了。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鲜的角色和大家去交流。没错，也期待七月份马上要上映一博主演的《热烈》这部影片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二位，请不吝内场，谢谢。接下来踏上红毯的，有请电影《我的父亲》姜育禄剧组，欢迎欢迎出品人万安培、姜育禄孙辈代表林一，导演范源，主演郭晓东、丁柳原走上红毯。